我还没弄完。哎呀，跟现在可不一样嘛！快回来吧，爸妈都回来了，奶奶呀一直念叨你呢。欢颜，这些事都很重要的，你们先吃吧，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什么？不回来？哎，等一下，爷爷有话跟你说。不管什么事情先放着，你现在回家来过年，这个时候每家都要团圆的。爷爷，您觉得我还会有团圆吗？总，江经理说他要马上见你，他我知道了。不想害你的，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的宇哥，我不想你有事啊。那我是该庆幸的，你喜欢我，先用卑鄙手段要挟我结婚，然后再想办法逼我就范，这就是你的打算吧。我你太天真了。靳总，保安部的人来了。靳总，总，这几天一路下跌，跟这件事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呢？靳总裁，请问杂志报道的关于您性取向问题是有重大关系吗？考虑起诉他们吗？近期领导层会发生大的变革吗？起诉他们吗？靳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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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实情况是像杂志上说的那样吗？让一下，快进去吧，欢颜在你家等你。
爷爷。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有些事我不能放弃。那么你就该放弃另外一些事了。你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吧，靖家以后没有你这个人了。爷爷，我会派人把你名下所有的资产、股份、证券做好交接，以后你就不用再出现在我面前了。爷爷，一定要这样吗？你既然可以置靖家于不顾，那靖家也没有必要考虑你。我可以给你一切，也可以全部收回来，而你做决定之前应该已经考虑过后果了。你现在可以走了，以后也跟靖家再没有关系。你走吧，走吧。大小姐，奶奶呢？哎，老夫人病了。怎么了？看了那些杂志呀，老夫人就犯了晕眩症，这今天一直没下床呢。回去看看。哎，大小姐，老夫人说她不想见你。周姨，好好照顾爷爷奶奶，我先走了。哎，好。你了，你居然敢在杂志上公开啊！好了，别闹了，我没有心情。姐，出什么事了？突然这么高调？是江奎，他威胁我。江奎？江奎有什么能威胁你的？他有一段视频，我和乔小乔在床上的。啊，他怎么拿到的？谁拍的？是我大意了。江奎从小就很温顺，我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心机。他给我的那个精油其实里面有个针孔摄像头。那小乔知道吗？他不知道。哎呀，你为什么不跟小乔说呢？当时的情况不容我多想了，爷爷已经发话要出面，乔小乔不是欧阳，他不会避其锋芒，一定是硬碰硬。跟他说了，肯定要去找江奎，事情就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一旦不可收拾激怒了爷爷，我怕他会对他动手。那你怎么解决的？我用软件破坏了他的电脑。哦，那既然已经解决了，你为什么又要登杂志公开呢？以后如果有第二个江奎呢？这一次我可以解决，代价是乔小乔恐怕一辈子心里都有个结。下一次呢？我能不能解决？代价又是什么？
过去。怎么了？江奎劫持了爷爷。谁知道啊，本来吃晚饭的时候好好的，后来几个保镖把张少爷带来了，他进老爷书房谈了一会儿，突然就用刀把老爷劫持了。哎呦，阿弥陀佛呀，这可怎么好呀。怎么了？江奎绑架了爷爷。马上到。怎么回事？是江奎，他把老爷子劫持了，带上了三楼，家里的人都出来了，他威胁我们，如果敢靠近就伤害老爷子。他手里有什么？有把刀。枪呢？那个倒没有看见。黄岩，给我简单画一下你家三楼的平面结构图。好了，不必，大伟，带枪跟我上去，其他人留在这里，封锁现场，拉警戒线，不准任何人靠近。是。小乔，小心。进来的全部滚出去。你别激动，叫你滚没听见吗？信不信我杀死他？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谈。乔警官，是我，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别这么激动。他身上有东西，你看胸口那里是爆炸物。出去等爆炸专家来吧。来不及了。你们在说什么？我让你们滚出去，听不到吗？江奎，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说不定我能帮你完成。我要让靖宇哥也尝尝害怕的滋味。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你当我是白痴吗？你比起这个老头子难对付多了吧。你不是要报复靖宇哥吗？你要知道，杀了他只会成全我们，可你要杀了我会让靖宇哥痛苦一辈子。哦，那好，你们全都把枪扔了。好，拿你的手铐，自己铐在那里，两只手都铐上。霍斌，你们马上带人走，
告诉楼下的特警，先撤出去，疏散人群，所有人撤到1公里之外，任何人不准靠近。这里交给我，你们到外面等着。头，快点儿！你活着出来，老爷子，别再难为宇哥了。老实点，你给我。疏散人群，所有人撤到1公里之外去。乔乔乔呢？季总，您先和大家一起撤走吧。我问你，乔乔乔呢？你们让乔乔乔自己留在里面，还要我们也都走？这是头的命令，我们必须先保证你们的安全。他的安全呢？金总，我相信头，请你也相信他，保证你自己安然无事，让头放心的去对付姜魁。我一定要留在这儿。姐，我们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他会让警方他们分心，要不先去外面等着吧。各位市民请注意，各位市民请注意，请马上撤离到警戒线范围内。不会让你活着出去的，乔小乔，你真是自投罗网啊！你笑什么？你喜欢靖宇哥？跟你没关系。不如我们聊聊。出什么事？姐，你不能进去。为什么？小乔，小乔，小乔会没事，他一定会没事的。我们在这儿等。可是，头，小乔，别碰我。小乔，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让你别碰我。你满意了？弄成这样，你满意了？小乔，往后边，叫人救火。疏散人群，儿子撤职。喂，宇哥，宇哥，我给我一点时间。你给我时间，让我好好想想。我现在心里很乱。下一把时间沙，沙漠里模糊的。感谢收听广播剧《斑马线》第八期，季宇哥、妍妍公主、俏俏之色、季欢迎、滴滴阿拉米斯、欧阳松、冷雨清新、季恩泰、水一东华、霍宾幸志、姜魁大饼、大伟孝义、小关、司空星儿、周怡、滴滴阿拉米斯、鲍姆、梧桐。客串紫楚默默一名杜源豆谷萧松龙萧泽姓名鸟小灯图陈大神原著一百首编剧英不博绘图百里渠渊美工学生豆芽制作灿烂暮色在坠落。
静静深的地狱，黑色森林深处封闭的寂寞，失去的或哭泣着。回车前程和巨鹿水滴落下凝成泪，琥珀色的寄语，途中人何处寻，四季转花开花离，纯白色的木林是否指引我依稀而去，熟悉香气，黑色荆棘轮回风衣的残疾，失去轮廓沉默着，失去温度沉